今天这一集影片呢，主要就是来测试一下啊，玩一下这把新的炼狱加农炮是吗？我也忘记了。反正这把枪呢，在20等的时候可以拿出来。那我们现在刚好20等，对，所以就拿出来测试一下。那既然上次那张也是意大利的话，我们这次就是当然要换一下，不能一直都意大利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这次换了一张比较有那个古代那种，就是比较古代一点的意大利。对，反正就是还是意大利，但是它是换个形式的意大利。我们要来实测一下这把堪称有太阳威力的加农炮，究竟伤害能不能真的有如同太阳一般的威力呢？哇，这个僵尸有点多啊，真的是。我们看一下这个太阳如何。来，对，过来。哎，我太阳怎么就这样爆了？他这个打到墙就会爆掉，所以说要注意一下。20等的话，这样的输出我觉得还是可以的。20等，但是如果说你22等之后，我个人认为啦，我自己的首选还会是星光魔法棒，因为他就是很屌，因为他真的就是很屌。星光魔法棒真的是最狗散弹。来，我们看一下这个打多支到底有没有什么，就能不能扛得住啦，感觉应该是不太 OK 啦，不过打单一支应该是没什么问题。他这个燃烧效果伤害也是蛮高的，你烧到最后他还是会有一个击退的效果，哎，我觉得还不错。如果搭配这个黑洞，太阳以及黑洞这样搭配着用，应该是蛮屌的。对，这把枪应该是蛮屌的，但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魔法棒啊。毕竟这一把呢，要价不菲啊，3600，你必须集满这个碎片啊，集满这个碎片才有办法取得这一把史诗级别的战力。完蛋！现在出现一点小问题啊，我没有子弹了。哎，不过这一把枪，它其实生存率是蛮高的哦，是吗？在20等的时候了，你看我光靠这把，我这样烧一下30等，我操，太神了！来，我们看一下这个胖子，打胖子输出还可以。打这种酷卡呢，左键输出基本上是还不错，反正主要是这个太阳。哇，突然觉得有点小尴尬，完了，我们这个冰战炉拿出来劈个几下，还没有劈死半只啊。我感觉这个太阳应该是蛮猛的，我们接下来30等了，搭个黑洞试试看。啊，刚刚上一局白给了，所以我把它剪掉了。那这一局我给他搭个无人机好了，无人机点个几下，哇，身心舒畅。但我不会用蹦蹦蹦啊，我只是拿来掩护自己的，就不要那么快死掉。那我们先集个气啊，这两把都要集气啊，一把集太阳，一把集黑洞，太阳与黑洞的集合体，不知道会是怎样。这个也要先集气啊，但我就觉得这个太阳哦，它集气集的蛮慢的，毕竟要15发嘛，15发其实蛮久的。那我们现在先下来，到一个比较狭窄的地方啊，吸引一些僵尸过来。来，过来之后呢，射一个，都吸过去之后呢，释放我们的太阳。哇，可以看到这个输出实在是非常高啊。我觉得我上去好了，先上去，这里安全一点。OK， 这里估计是整张地图最安全的地方啊。毕竟 BOT 跳这个地方都会跳得非常的辛苦。来，继续集我们的气。来一个地爆天心，集完之后，无慈悲的太阳。这两把完全就是拿来一起的，拿来一起用的、啊。这把虽然没有属神的 OP 啊，但是它
也还蛮 OP 的。20等估计是没有什么人可以打得赢他了，但22等我觉得还是魔法棒唯一首选。完了完了完了，惨了，没子弹了。啊，哎呦，太弄安内嘞，他一滴没子弹嘞，他好像也不能爆头哦。不过他一扛多是蛮屌的。哦，哦靠腰嘞，完了。不好意思啊，各位，我要拿出圣盾挡下了。啊，圣盾也挡不住，天哪！那我们水路实测一下，实测一波这个地爆天星以及我们的火球。火球在水路应该是蛮猛的。走开呀、啊！我操！哇，居然被 BOT 给卖了。先逃一波啊！Surprise！ 我操你妈！那这边呢？趁僵尸还没来，先急一下。OK， 水路看起来是灭了。水路灭了之后呢，我们就是要去水路封路啊！封路你知道吗？封路！哇，这个女英雄挡住我的太阳！冲啊！冲啊！火球！冲啊！啊！冲啊！太阳！哎、欸，冲冲啊！黑洞！哇，怎么又白给了？哇操！不行不行不行，这个得跑了，这个得跑了，我这个真的得跑了，得跑了，这太烦了！哇操嘞！哇操，真的是烦！别给我死啊！我别想，我不要再白给了、啊，让我走，让我走，拜托。OK。好，这一局又给我当了个僵尸啊！我操 ，OK， 好，前面那几局呢？其实我本来想要在13局的时候录一个，就高速装填的片段，就是这把加高速装填的一个小小的片段，但是由于我一直白给，所以一路的白给到第17局，也就是最后一局，因为第16局还当僵尸。所以说，对，我们这次请来这个无人机啊，这个呢是真的是保命装了，这个就真的是保命装了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先开始集吧。哎，这个致命伤真的就是他集的也是要蛮久的，毕竟15发才一颗嘛。然后再加上他这个本身他就有点小问题啊，他这个范围。他不是说你点哪里，他就是直接过去，他会直接这样撞墙，他是会撞墙，撞到墙他就是直接给你爆，他没有再跟你演，所以你必须要有一点点给他蛮大的空隙，这样还不够大，你要给他差不多这样大的空隙，他才能飞下去，他不能直接往下，他是要有一点点范围，所以你在水路也不见得好用，对，他在水路也不见得好用，你要对准。你没有对准，你只要插到旁边的墙，开始重来，你15发就要再重击。我现在是有加这个高速装填，高速装填就已经要集这么久了，更何况是你没有加高速装填，你还要换子弹。那我们试一下吧。不过毕竟是20等，20等应该算是目前神器了吧？这把枪20等可以用吗？所以目前来说，估计也没有什么枪是可以在20等打趴他的、啊。这把算20等非常好用的一把武器啊，可以定身，伤害又够。虽然我还是觉得22等的魔法棒会比较好一点，还是 24， 我忘了，应该是22吧。那个星光魔法棒。这边采取一个比较保守的打法，有无人机就点，没有也没有关系。来，我们等一下搭配一个黑洞啊。OK， 可以搭配黑洞。
哇，靠腰那个太阳空了。不过没有关系哦，我们现在这个还是可以的，蛮稳定的一个输出哦。完了，又要白给了。哎，没事哎，没事没事，还行。哎，别搞事，兄弟。